怎么就擦不干净呢？柠檬卡秋思源洛克小易志宏，谢谢送我的拉浪基拉脚印。口红涂到没有？它喷出来，它是喷出来的。啊，我忘记开灯了，好好笑。喷在裤子上没有，喷在腿上。我今天穿的是破裤，所以喷在腿上。就是一开场就有事故，很好笑。真的。嗨，午安 ，Hello， 呛到咖喱，午安午安。你们好啊 ，Hello， 修泽塔瓦哥，谢谢初风送的幸运四叶草 ，Hello， 朱新当，谢谢呛咖喱送的幸运四叶草，嗨，午安午安，午安。对，裤子上真的会难洗，因为我穿牛仔裤，一定洗不掉。谢谢修整的分享。哦，咔，好大一声哦！我刚咔超大一声的，你有听到吗？好可怕哦，超大声的。谢谢恰盖送许愿瓶，谢谢思远的分享，谢谢恰盖的分享。衣服很好看，就是那个彩虹衣。有多超大一声的，好可怕哦！谢谢柠檬送的浪基拉脚印 ，Hello 花生神魔术 ，Hello 玉人，下午好 ，Hello 小白兔，老了会越来越大声，真的吗？因为我真的很常就咔咔咔的，骨头很常咔咔咔。对。Hello 柑橘，阿春 ，Hello 下午好。硬要跟着音乐 ，Hello 林中晴吗 ？Hello。下午好，是不是表示那边肌肉漂亮？好问题耶，我来看看。每次最常出现就是突然查不查，那是什么？脖子肩颈咔咔声，这样查得到吗？一定有。那个时候我刚刚超饿，真的是超饿。那杯草莓牛奶好喝吗？还好。那杯草莓牛奶，我觉得有点太甜了。我觉得太甜了。Hello， 企鹅水獭。谢玉人的分享 ，Hello 莫里斯，对，太甜了，草莓牛奶。跟你讲，草莓牛奶不能加糖。我喝草莓牛奶是真的草莓加牛奶，绝对不能加糖，加糖真的会太甜，很可怕。跟我一样甜，对，有点太甜了，很可怕。转脖子出现咔咔声，可能有四种原因：一、颈椎关节里有小气泡。如果空气跑到关节滑液里面，就会形成气泡。当我们扭转脖子的时候，
小气泡会从滑液里面跑出来，就会发出声音，转脖子。好像不是这个，气泡应该不会发出这么大声。我看，肌腱韧带与关节摩擦，颈部的肌肉就会一直保持紧张的状态，会有些错位。当我们扭脖子的时候，错位的颈肌腱韧带会回到原的位置上，然后发生摩擦，所以会有咔咔的声音。再来就是颈椎关节有轻度的磨损，颈椎软组织或韧带相互摩擦。我也不知道我是什么，不要扭那么，我没有扭很大力啊，我就只是因为不舒服，然后咔一声，然后它就会自己咔那么大声的，我没有扭很大力，今天很鲜艳，谢谢。现在发生什么诉讼的浪鸡拉脚印？落枕，跟你讲，落枕是连动都不能动，好吗？旁边的提拉米苏应该更甜。跟你们说，我对甜点的甜度忍耐接受度超高，除非是到腻，我就不能吃。但是提拉米苏就咖啡味，因为那家是专门卖咖啡的店。跟你讲，你们去咖啡专卖店买提拉米苏都超好吃。专卖咖啡的那边去点他们的提拉米苏都超好吃，我最喜欢去咖啡厅点提拉米苏，因为就很专业。Hello 草莓酱 ，Hello 季风亮，没有，我只是想看一下是为什么。因为从来都没有，都不知道为什么会有咔咔声。果园点草莓牛奶意思吗？没有，你就要去那种水果，比如说手摇，你可能就是要去大院子之类，就专门卖水果的那边点草莓牛奶，不然就是什么。乐法、就那种专卖水果的店，草莓牛奶会很好喝。意式浓缩加入，对啊，超好吃，是真的专卖咖啡厅的提拉米苏都很好吃。珍珠奶茶要去牧场店，为什么？珍珠奶茶不熟啦，因为我不喜欢喝珍珠奶茶。哎，我真的很不喜欢吃珍珠，就是可以吃，但是没事不会去点珍珠的那种人。也是不知道吧？有啊，有很多啊，我刚刚就讲了，我刚刚有讲啊，四种原因。我觉得应该是肩颈比较紧啊。Hello 水锤成恩，新鲜的牛是不用啦，你去大卖场买那种牧场的鲜奶不就好了？对啊，我有查到，会加白来地跟橙，我知道，我有吃过橙酒的，超好吃的，我有吃过有橙酒的，超好吃。君度橙酒，没有特别疼痛，应该是没事。对，我只是好奇它的原因。也是不知道，不是啊，这就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啊，我就只想知道原因，不行吗？
早就知道有哪些原因嘛。啊，我就很爱，我想到一个问题就马上查，就好奇嘛，虽然之后也记不住啊。可至少当下有查就知道嘛，我至少我现在知道啦。就好奇嘛。啊，我又没有痛，如果我肩颈痛的话我就去医院啦。啊，我现在就没有痛，所以我上网查一查就大概就知道，哦，原来是哦肩颈这边可能有气泡或是什么比较紧，肩颈比较紧张，然后转一下放松一下，这样嘛，这样子嘛，我就只想知道这样子嘛，对不对？刚刚我说我没有说不舒服，我说不舒服吗？我再回想，等我一下，我再回想。没有，我没有生气，我没有生气，我是真的在回想。谢谢吉米周送的枫叶。跟你讲，不是都你的错，不是这个问题。我的意思是说，因为很常出现一个状况是说，比如说，我讲一句话，然后可能就会，怎么说？因为我真的很不喜欢别人误解我的意思。对，我真的很不喜欢别人误解我的意思。我就是那种有人误解我一定要讲清楚的那种，就像我 reset 跳，有人说我跳错，可是我是很认真的把我 reset 公演从头到尾我都看完了，都看过了，我没有跳错，所以我在直播讲出来了。因为我就是很讨厌被别人误会，就像之前比赛的时候我说哦，因为我讲这句话然后在节目上播出，然后大家都误会说哎，为什么雪钻石这样讲话？我那时候气到开直播讲事情的原委耶。对对对，就是我在做这件事情，我没有针对任何的人，我是针对这件事情要提出一个我的想法，我的看法，我真正的意思是什么，我想要让你们知道，这样可以吗？我没有在质疑任何谁，我没有在质问任何谁，我只是想要表达我真正的看法，对，我真正的想法，对。谢谢志宏送的垃圾浪鸡啦，讲完我会讲成垃圾啦。对，二俊那次的访谈，晨晨现在常常呛我，怎么？他就呛我啊，可是他没有呛我，没事啊，呛我没事啊。可就不要误会我就好了，不要误会我的意思，没有误会也没关系，但是我会解释。但好了，当然我解释你们要听不听也是随便你们啦，但是我就是觉得我都已经解释了，为什么要反驳我呢？我会有这种想法，对。浪有点难听。至少我有做的。我
可能就是，我先说，我真的没有针对任何人，我真的没有针对什么，我就是当下看到什么，我想说不是，这不是我的意思，我就会跟你们说这不是我的意思。而且我应该通常第一次我就说没有，我只是想看看这怎么样啊，然后又再出现一次的话，我就说啊，我就是只是想看看怎么样嘛，对不对？但是次数一多，我可能耐性比较不好，所以就会比较大声。但是我真正的心情我没有在生气，我只是比较大声讲话而已，可以吗？我开始流汗了，各位，我真的直接流汗耶。浪哥吉，他是真的浪的哥吉拉是吗？没有，刚刚还没有那么激动，是解释这个的时候比较激动，因为就很常有这个现象，就是我在直播的时候很容易大声讲话，为什么？因为前提就是有些人会误解我的意思，但是通常都是我已经讲过，可能解释过这个问题，解释了两次了。然后还是误解的话，我就会不是这样子不行吗？这样子好吗？我没有被激怒，我没有生气，我真的没有生气。跟你讲，我生气我是完全不讲话那种。就是我生气，我会。什么？你说什么歌？好烦，水塔里很好笑，很烦。我刚刚已经吃很多零食。
甜点，我刚刚也吃很多甜点，因为我刚刚回来肚子很饿，然后就吃了一堆东西。有啊，我家里甜点最多了。找一下食物的照片，我是。今天没有吃，因为我刚刚回来肚子太饿，就先把东西都吃掉。我原本要留到直播吃，但是我太饿了，我就把它吃掉了。推荐那间，不要那间草莓牛奶太甜了，不好吃。没有，我就是不希望。怎么讲？我不喜欢吃真奶，真奶不好喝。草莓，要推荐我好喝的草莓牛奶。哦，真奶冰棒我可以，百事可乐，没事的。哦，不能这样。像表演设计上面，哦，没有表演设计，就，哦，哦，为什么是云门舞集？今天要喝拿铁放后面，是想表达我的。就是，哦，对，可能我没有讲得很清楚，然后就急了，郁闷五级哦，五级。可是我不能这样哦。可是我大声讲话真的不是生气，是真的不是生气。两个小白叫什么？两白，我不知道。我有红包，哦，谢谢花生什么树的红包，谢谢有歌送的玫瑰，还有志宏的比心。为什么我哭比较多人？什么意思？
没有，就是我的个性就比较不喜欢被别人误会，就是对，就是当下去抗议这样，就是当下抗议，对。为什么坏机车不能大声讲话？还是一刀PY 是什么？现菜坐垫？为什么？等一下，我鼻塞了，我鼻塞。PY 已过期，什么意思？哦，这只是一个小事而已，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啊！啊，出不来，进不去。好啦，我要去吃巧克力了。需求老板现在坐垫报价包而已，好好笑。什么时候才知道评论？吃不够，没有，还是要哦，跟你们说对不起，我突然讲最近。哦，不知道，太哭，没有，我其实不常哭，应该说我哭点奇怪，大家都觉得我会哭，但是我都没有哭，然后我都在奇怪的时间点哭。然后或者是讲话太直接的地方，如果我伤到你们，对不起。我后来发现，我其实一点都，我完全不知道，我有时候讲话很直接，哦，情绪表达啊，不是，就表达的很直接。然后后来我忘记被谁，被阿帕还是被谁，我说我很直接，他说你很直接、啊，我说是吗？我说对啊，你不喜欢就不喜欢，喜欢就喜欢，我说是吗？我没有在演吗？他说你没有啊，你就很直接啊。我说哦，是啊，我这时候才知道我很直接，所以又就是讲话讲太快，或者是什么让你们不舒服，就先对不起这样。那如果真的不舒服，也可以跟我讲，就让我知道这样不太好。没看完，我昨天上只哭过一次吧，好像一次扭到脚那一次，扭到脚那一次是因为很白，就是我那时候是说什么太感动，那时候是刚回来啦，从迪迪我回来勾 ，medico 嘛，然后再来是回来，然后比基的第一次跳，然后就扭到脚。然后我就觉得超难过，我就觉得我第一次回来，然后表演就失误，然后我真的很难过。哦，还有一次是被麦克风打到眼睛，然后就哭了，因为那个我没有想哭，打到眼睛他自己就哭了，哭了 reset 哭了前面
从洗衣服哭到五吼还在哭，就他就连泪都一直流下来，我不能控制，我就麦克风敲到，然后就一直流这样。直播上落泪，直播上我超常哭的，直播上我超常哭的，被麦克风撞到那次有哭，有啊，那次就我真的从第二首就哭到第四首哎，还能撑完，姐姐一直叫我回去，我还摇头。我好像在哪里？那一场超好笑，那一场，基多姐姐就说，她说，一语不舒服，一语不舒服，然后就打对讲机，然后后面后台姐姐都准备好要来看我哪里不舒服，但是我就没有下去，然后姐姐还拿那个手机说，就是叫我回后台，然后我就讲，我还要再唱洗衣服，唱到一半我就讲。我就很开心摇头之后继续跳，然后他就姐姐就拿对讲机，一语不回去，当然是谁打到我，当然是谁，我觉得不要讲比较好啦，我觉得不要讲比较好，没事，这舞台总会有一些意外啦，没事的，就可以撑完，还是要撑完。跟你们介绍，喝吧巧克力，前一阵子大家都在抢的那个，很怕我是眼睛被打到。你怎么知道我是眼？哦，那时候看得出来是眼睛被打到吗？超痛的，就是眼睛被打到。那时候还 OK， 哎，我忘记哪一只眼睛了。那时候还 OK。哦，这好漂亮！对，我记得你全程目睹。好了，我给你们看一个，等一下，在哪里？哦，我的饼干在哪里？哦，不见了，在这里。给你们看白巧克力口味的，很可爱吧？要为长远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会每个舞台都很重要的这个想法，所以我每次都会谢谢钟楚雄送的制服的手语，所以我每次都会就是都会把它撑完了，其实。不是之前很好，不是，这是健达。白色的，白喝吗？感觉，可是它热量比较低的样子，好像是。它热量好像低。它122跟124，对，它122，然后这124。我今天要吃黑巧克力的，解答不是很甜吗？可是这很好吃，吃起来口味就差不多，其实。对，柚子毕业了。
很久没有看到他了。白巧克力，可是白巧克力反而比较放在冷冻，忍心吃那么多盒吗？忍心，因为它很好吃，好吃的东西就是要吃掉。我就不能吃可丽饼了，怎么办？好像不行吃它，因为我想吃可丽饼。这样热量会超标，我已经吃500大卡了。可是我已经打开，可是打开之后我就后悔了。对，要算卡路里。打开的话可以放冰箱。我看一下里面是什么。牛奶及可可内馅。500卡，我也希望500卡就消失了，再跳成2小时。对呀，500卡要跳成2小时哎，1小时半，放冰箱下次吃。好，我放冰箱下次吃。等等放，那我要吃它。我刚刚吃掉一包饼干哦，真的假的？我什么时候吃掉饼干？500卡，不行，我等一下还要去吃晚餐。然后吃晚餐完，我吃最近吃完咸的就会想吃甜的。我昨天10点多吃可丽饼，可是是吃咸的可丽饼，因为我没有吃晚餐。跳绳蛮快，到底是要不要吃我？好嘛，先等等好了，我要忍住。因为我想吃可丽饼，给你们介绍我刚刚吃什么。我刚刚吃海陆花椰饭，就是花椰菜取代白米饭的那种，然后是鸡肉跟虾仁，它叫一大包哦，一大包，有点少，大概。我不知道它是几 g 哎，几克我不知道，可是这一包就是86，一碗饭吧，大概86.2大卡而已，很少，要被逼弄起来。冷冻的好吃吗？把它们好像可以耶，我真的不会游泳。而且我发现，我前一阵子去，就是反正就是去，那叫什么蒜，然后说跟水很不合，我跟水很不合。他说那时候那个老师就问说，你会游泳吗？我说，我不会。然后他说那就好，因为你跟水很不合。然后我就说，我学超久都学不起来，因为我是认真的在学游泳，我从小学4年级就学到了要换气的时候，我换气从小学4年级学到高中毕业，我都没有学会。我真的学了很久的换气，都没有学会。对，水性很差的人，对，你各位在想泳装带。泳装单也要等，先减肥一下。命中缺水，对，我名字里面有水，好像是，因为我名字也是给别人算的，我名字也是算出来的，笔画也是算出来的，水字旁好像也是算出来的，好像对，
所以我真的不会游泳。有水忘，可能是水长在眼睛里面。不会换气可以学仰式，对，所以我会在上面飘，我在上面飘。我真的不是，我以前高中的游泳课，就别人都是游八圈，我是走八圈。别人在那边游，我是拿浮板在那边这样飘飘，然后累了就下来走，然后再飘一飘，然后累了就下来走。不是阿公取的名字吗？不是不是，是阿公的外公的弟弟会算姓名学，然后是给他算的，然后给他算之后他会告诉我们笔画，然后笔画我家人再决定几个名字，然后再去挑，然后再给他看那个缺什么缺什么这样子什么的。对啊，水中走路很耗热量啊。你姐被也是被说缺水，你说有水的话就会被说缺水是吗？啊对，哎，搞不好会吗？可是我真的学都学不起来，可能缺我吗？那可能太甜了，水的阻力很强。对啊，浮板游我会游啦，仰漂好玩。跟你讲，我的仰漂就是直接漂在上面，就完全不会动这样。我真的完全不会动，就这样漂着。以前游泳测验，我就是一口气憋到底，我真的是一口气憋到底的那种，25公尺这样。哎，25公尺。属龙，哎，我也是属龙，哎，不是一般，对。都一气呵成，对啊，我都一气，我就，然后就下去，然后就冲，然后就冲很快这样，但是我也冲不快。我有一个朋友明就不会游泳，但是他冲超快，就是明就不会游泳，然后我们都最后考试，因为花的时间比较久，所以老师都知道要把我们排最后这样。然后他很厉害，是一拿到浮板他就冲走了，然后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游不快，我真的游很慢，但是我要一口气憋完，然后就哦，我真的觉得我每次起来都觉得我要死掉，就整个超没气，然后在那边这样。什么改成金钱豹？什么？知道啊啊！因为我是十一，我是年尾哦。被老师水，被老师嘴，你这边太多水。我只有一个水。两个木，一个日，一个水。对啊，我是千禧年，竞争激烈的千禧年宝宝，足足一轮。晨晨太小，然后晨晨那时候在写年纪的时候，然后我们就这样，哇，比如说布丁，他说哇，布丁这样高二了。怎么那么快？感觉你才刚上高中而已啊！然后就在那边感叹的时候，看到晨晨，晨晨几岁？晨晨说14啊，你为什么还在14岁？我就想，你为什么还在14岁啊？这很奇怪。晨晨这有够小的年纪。水都被吸光了，五行缺金土，肺活量异常，很厉害是吗？叫三立开全偶像运动，哎，我也想参加哎，全明星运动会，开全偶像运动会，7月那也蛮就刚好在那个上一届的尾巴。过了某个年纪会快速成长，对啊，
就感觉上了高中之后就会很过很快。但晨晨为什么还在国中？他感觉已经国中很久了。他小学哦，好不容易哦，你国中了哦，终于国中了啊，怎么还在国中？感觉过超慢的。对啊，就是真的太小了，所以感觉长很慢。讲话声音都，他声音太低了，所以超级成熟的感觉。一开始是小学，哦 ，TP 的时候国一 ，TP 的时候国一，那为什么他现在还在国中？感觉很假。我真的有一种哇，布丁也长大了，他竟然高二了，谁？然后什么韩寒也长大了，然后看到晨晨，你为什么还在国中？超好笑。对，等晨晨上高中就真的很可怕哎，感觉真的很可怕。TP 也是从2018年。2岁，2年，2年半嘛。2年半，晨晨那才11岁，12岁，天哪！对啊，叫晨晨前辈，二期要叫他晨晨前辈，今年。哦，他要升啊！终于，他要升高中了，是不是？但各位都还要感慨什么？布丁才高二，看起来不像高二吧？我要跟布丁讲，好好笑。他今年考试。会考，天哪，这个名词好久没有见哦，也很难想象。哎，这个我不知道，我好像因为晨晨，好像我没有看过他读书哎，我没看过他读书哎。祖祖叫晨晨前，这蛮好笑的。祖祖那么高一个，然后这样晨晨前辈，然后晨晨这样小一只。真的看起来不像。哦，我昨天被说我看起来很像高中生，我昨天被说，虽然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昨天就突然被说，哎，你突然看你长得很像高中的时候，我说啊，真的吗？我说对啊，你怎么突然变年轻了？我说。莫名其妙在高兴，不知道在高兴什么。单程的24岁，你要把这个事实讲出？哎，真的假的？有差那么多？现在已经碧旅回来，对啊，超可怕的。那个是喂。衣服不是，是那个1D52的工作人员，然后大概，没有啊，有没有很久没见？我之前在电梯巧遇过，因为就同一栋大楼嘛，电梯巧遇过。那时候是负责带我们学钻石的那个玄关姐姐，然后她昨天说。你为什么看起来突然像高中生？我是真的吗？超开心！一定坦喂，念大学就被叫，好险！我目前都还没有被叫阿姨，真的，我还没有被叫过阿姨，好险！那时候有那个带小孩的妈妈，然后坐在我旁边，坐捷运的时候，那小孩脚一直踢到我，好没关系，因为他是小孩。然后那小孩就对着我叫姐姐，
然后妈妈说对是姐姐，我就想嗯姐姐会讲话，这小孩会讲话真的是他直接这个叔叔超坏耶超坏。因为回到国内团哦团内可能吸收大家的年轻精华这样，那我也变年轻。Hello， 西西，对，他就这样，他很小，我觉得没有到几岁开始讲话，我觉得他才一岁上下，一岁上，因为他好小一只，他超小一只的。然后挂在他妈身上，好像讲脏话，挂在他妈妈身上这样子，然后脚一直在踢我，呵呵，然后就坐着，然后就我就他就一直踢我，但是我也没办法怎样，我旁边也有人，小孩我也不能瞪他，我就这样子，然后就滑我的手机，然后他就突然这样姐姐呢，说谁叫我妈，然后就这样看他，哦他在对我叫姐姐，好可爱哦，很棒。香蕉哥哥啊，香蕉哥哥真的很好笑，真的很厉害，都不会老。对，他是 Hello 其中之一。谢谢西西的分享。如果是叫阿姨的话，我应该都不会转头，因为不是在叫我啊。后来小孩对每个人都叫姐姐，我想一下，还是他只会学一个字，就是姐姐，就他妈妈就叫他说在外面都叫姐姐哦，这样子，搞不好。雪糕哥哥。我要当我原本想说巧克力姐姐，可是听起来好像很黑，不知道。如果我要当姐姐的话，我要当不知道，完全没有叫姐姐的时候有多听哦。他已经超常听了，他一直在踢我，他真的不间断一直在踢我。谢谢新手玫瑰。他叫妈妈也是叫姐，搞不好对，搞不好他妈妈是这样叫的。早餐店阿姨都叫我帅，早餐店阿姨都叫我妹妹，妹妹啊你要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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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哎，为什么男生都叫帅哥，女生叫妹妹啊？我真的那种阿姨面店的阿姨也都叫我妹妹，可能看起来年纪很小哦。鸡腿姐姐听起来超油的，不行，我不能抢了那个啊！但炸鸡姐姐都叫同学，真的吗？我有遇过那种，就是其他人都叫同学，但叫我妹妹的，然后想说。我是看起来比他们小是吗？那这样其实还蛮开心的啦。爸爸，面店那种都叫，对对对，面店那种都会叫弟弟妹妹这样。看过180公分也被这样，可能不知道哎、欸，可能要访问一下，还是那种。去访问一下早餐店阿姨都怎么叫人的，可能是穿便服哦，有可能有可能。第一次在公演看到，我觉得我很凶。第一次在公演看到，你说公女色公演吗？久了发现我就是有吗？我觉得我公演也很可爱。好啦，我公演的时候。有吗？我公演的时候很
很凶吗？那算是一种称赞。你们要哪场公演？哦，云岳公演。自己讲自己讲完自己觉得哦，不行，我不能这样子。它是米饼，倒压米，我超喜欢吃它。跟你讲，这一包热量才十大卡。减肥福星，一定是没看过。我弟弟五二有很凶吗？弟弟五二差不多把我的个性都播出来了。先下线，要出门巡场。好的，成恩，拜拜。第五二很帅，没看过。第五二好像真的表演的时候就比较凶，因为那个风格的关系，所以比较高冷一点。除了马可波罗以外，这个有味道吗？没什么味道，但是我很喜欢吃。跟你讲。最好吃的牌子就是这个倒压米饼，在我吃过众多宝宝米饼里面，它是最好吃的，而且它不叫宝宝米饼，它叫倒压米饼，很高冷啊，我在弟弟我很高冷吧。这么说那时候八月那一场演唱会，弟弟我的演唱会的晚餐便当超好吃，真的超好吃。我还跟主办单位绽放他们说，欸，以后订这家，这家好好吃哦。他说，所以你带回家吃？我说，对啊，所以我带回家吃啊，好好吃哦。然后他们就傻眼，然后边笑边傻眼这样看我。那个小贵，啊，有一点贵，倒压米饼有点贵。名字很可爱，你说倒压米饼吗？在学生时期都根本都爱吃东西，我只要心情不好就会被塞巧克力来吃，就大家都很爱喂食我，我才那么胖。是不是误会搞的？我在学生时期就久了里面长出来的163，害我一直被误会没有163，我真的有163，我真的有量过一次163，真的有。所以他们之后有帮你多订个名，没有，然后就没有了。对，就没有以后了，以后就是别人订便当了，就没有再吃过那么好吃的便当了。我是最爱的，然后我跟你讲，我一直觉得我是因为最矮的，所以才一直站在前面。那时候每次排位置的时候，我每次都被第一个被拉出来，然后就这样，然后就看后面一群巨人，然后就这样，很小一只，然后缩在那这样。我到每一次，因为这身高太矮，然后都被拉到最前面，然后这样待着，
一六三在 TV， 对，一六三在 TV 蛮高。你说去小花旗，没有，可是全在时就都很高。对啊。不是因为 S 才，这我不知道啊，因为都有可能，你知道？因为说是因为 S 吗？可是我怎么感觉好像身高也有道理啊？那种感觉，我就不知道为什么。一六三的才跨算高，一六三就是猪猪嘛，然后再来就是我跟布丁，布丁，然后再来就是我。身高排序的话是这样子，还蛮高的耶。秒刀在选的时候蛮庆幸我身高是矮的，搞不好就因为这样子多赚几个前面这样，因为 我真的很少跑去后面的耶，我每一首歌都，对耶，我每一首歌都没有去过第二排，01161的样子，01再比我矮一点点，对，好像去后面会被挡到，所以就一直在前面，那蛮开心的。布丁跟我谁比较高？布丁比较高，不然就是从后面钻出来。对，布丁真的比较高，从后面，我有从后面钻出来。有，对对对，我会从最后面钻出来。比如说午夜马戏团那个超好笑，你们有看过午夜马戏团吗？那个前面完全找不到我在哪，真的找不到哦，我完全消失的那种，因为我站在陈艺珍后面，然后我站在艺珍后面，然后是到某一排我才咻，然后才跑出来，就是他们全部都蹲下之后留，他们全部都散开之后留我一个人。我就出来了，前面挡得超好的，前面 我完全没有干嘛，我就这样子，然后就这样咚咚咚，然后跑出来就没有干嘛，因为反正完全是真的挡死的那种，完全看不到我，超好笑。雨林不是比我，对啊，雨林很小只呢。对，站出来的感觉。可是矮就要更瘦，就是数字上的问题。比如说168可能48就很瘦，但是我16348就很胖。三块应该是。没有不一样 ，TTP AKB 这边的队形排法跟雪泰石那边的队形排法不一样，要看比例，对，要看比例啦。嗯，我最近吃超多的，不知道为什么最近真的吃超多的。我最近不知道为什么，然后就很爱吃东西啊，嗯，很爱吃东西。谢谢柠檬送的毛孩罐头，力气要很大吗？没有啊，一样差不多，但是最近就每天都很饿。
有觉得高的人会被排，对的，因为高的人太明显了，所以都会站在后面。但是矮的话就还好，全站都长颈鹿，真的。然后还每个都瘦，瘦到安尼都无咧食饭，有。我不会念，因他们食足济，啊，毋过一直很瘦。哦，台语，我真的不会讲台语。他们吃很多，吃的比我多，但就还是很瘦。有可能天气变热，然后就一直在吃。哪个全你们会后悔 ？Name A 后悔，我的台语直播，真的三岁闪闪雅轩都在吃，然后还吃不胖，他们三个最过分了。雅轩好像是三岁跟闪闪，他们两个真的太过分了。三岁还在给我增胖，我上次看到他说，哦，我最近有胖哎，我最近在增胖，然后我就看一下他，是有变胖没错，但是他以前是太瘦，他现在还是瘦啊，还要刻意增胖增肥，我觉得哦，我也想要有刻意增肥的一天，可能一个半小时都很安静，还记得说身上台语吗？七五是七吗？好像是鸟气五后讨刘蛇蛇什么？A E醋哦，醋骨后桃牛蛇是什么？马羊狗鸡是什么？鸡？算了，好难哦。爪，爪，牛爪妹，羊，狗，鸡，鸡，狗，狗，鸡。Hello， 锤锤，有吧？我这次有记得比较多，应该有猜对几个。吊装裤也是可以把念霞，霞有差吗？差在哪？爪跟霞。讲到蛇，我就很想去那个什么街，龙山寺那边，我好久没有去了。万华那边超久没去了，剥皮寮什么的，我以前很爱去那，国中小学的时候，有我很喜欢去那边玩的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古色古香的感觉，我就很喜欢。华西街，对对对，讲到蛇就想。可是我好像没有去过华西街，我就有去过剥皮寮，但是不要念给别人听，为什么？那边有啥好玩？就是剥皮寮老街吗？那种特色街道。念成语或古文要念霞哦，好酷哦！有什么虎头蛇尾？后岛小尾是什么？
一一位，为什么想到觉得蛇想吃什么？想到蛇想吃什么？因为就想到蛇就会想到华西街啊，虎头蛇尾，对。小时候就懂得古城，我真的，我从小就很喜欢那种老的房子，从小就喜欢。因为你说那个、啊、成语要念霞，你们说成语要念霞，所以就虎头蛇尾，后桃霞尾，尾是尾吗？还有什么？兔死狗烹。哦，那没有蛇，有什么蛇？蛇杯弓蛇影，不是喜欢西式，我喜欢西式，但是中式也很好，就是我好像每一个国家的古迹我都很喜欢。我后来发现，当然我这辈子最大的梦想就是去法国看城堡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达成呢？现在都不能出国。猴桃猴，虎头要念猴桃，应该很喜欢台南。我妈妈是台南人，我小时候都会回去台南。然后我们那边有一个三合院，就小时候会在三合院那边玩，跑来跑去这样。住欧洲城堡地的，对。那因为现在欧洲有那种观光是，就是在城堡里面开饭店那种，就真的住城堡里面，这是我梦想。去法国开演唱会，会有这么一天吗？希望。对，妈妈是台南人，妈妈那边，然后我们以前那边有三合院，我还有那个小时候的照片，我来找找，我记得有，我就住在三合院里面，小时候就在那边玩。一定是大小姐，没有没有没有。可是那个年代应该都是三合院吧？你看我吃冰，这在台，应该在台南糖厂，超好笑！我一翻开来就长这样，是怎样？跟你讲，我小时候为了吃冰哦。然后我妈就把我抛弃了，我就在拿着冰，然后跟我爸，我说我要去买冰，然后我妈就说看完再去买冰，我说不要，我要吃冰，然后就没办法，然后我爸就带我去吃冰，然后我妈就自己一个人把展览看完了，然后就出来了，然后说我要去看展览，她说没有，我已经看完了，然后说我不能看了吗？没有，我已经看完了，所以我就没有看到展览。为了冰，今天去看，没有，就突然想到，然后突然我要来找一下三合院的照片，再给你们看一个。超爱，我从小就很爱，我从小。跟你讲，我小学体重就已经54了，小五的体重我就已经54了，比我现在还胖，比我现在哦还大只很多。但那个年代都是三合院，对，就是这个冰，就是这天，我就吃冰了，然后妈妈就自己去看展览，然后不带我。因为他妈妈以前很喜欢 Hello Kitty，
然后他就很开心的自己跑进去了，然后我不知道是怎样，好像只有一张票还是怎样，我不知道。反正那时候我就印象中就是我妈自己把展览给看了，然后我真的没有看到，我就真的在外面吃我的冰淇淋，然后这样就没有了。小五体重大概是李小五的一半，好好，真的是，哦。怎么那么年轻？天哪，以前好年轻哦！哦，我阿嬷以前哦，天哪，好年轻哦！给你看我小时候，双马尾。我对我小时候还比现在重哎。哦，这里，这里。就是三合院的一角，嗨，怨念。我小时候还有兔耳朵哎，你看我的兔耳朵，我小时候的兔耳朵。哦，好年轻哦。是被扛起来的，超小的，小学已经165，现在还是我小学还要156、158吧，就还好。那我一直到高中还在长高，然后才长成163的。会跳中最强双尾啊！什么苦难的难难，赛高那青苔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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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我以前会跳，他们那时候什么的忘记了，算了，这就有点像语。对，这时候是什么时候？四岁的时候，我四岁的时候，就是这张。跟你讲，我的相簿打开来，基本上我手上都会拿一个吃的。这本是冰，我随便给你们看一本，然后就翻出来是我弟这样。哦，好丑啊！这是什么啦？这太丑了啦！不行哎，我好丑。这在哪里？淡水老街，三峡，不知道哪一个老街。哦，动物园，熊猫雪糕。跟你讲，我每一本都会拿吃的东西在拍照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可能我妈喜欢看我吃东西吧。可是又长歪了，我四岁的时候可能长很可爱，可是后来就长歪。这谁？很明显是我啊，很明显是很胖的我。很胖哦，那时候，这时候是08岁，小学二年级。哎，给你们看我弟弟小时候，我弟小时候很可爱，他现在怎么长这样？因为他像国中哦，哦，每天都，我姐，哈，你讲什么？哦，然后都没听懂他到底在讲什么。哎，你们有看过这张吗？我的 buffet 大餐，我真的很，我从小就很爱吃。麦弟弟，对，麦弟弟，他以前很可爱，看他以前，哦，好可爱哦，旁边还有他的尿布，好可爱哦，正在阿嬷家，弟弟中二祈祷，对，超可爱的。
好可爱。好，卖完啊，反正弟弟就这样子。你看我的腿跟我妈的腿的差别。你看我的腿跟我妈的腿，你们应该看得出来哪个是我的腿，哪个是我妈的腿。好，好生气哦！他都没有遗传给我，为什么？我妈以前43公斤。弟弟被骂很彻底，比较黑，对对，没错没错。为什么？他都没有遗传给我，粗的肯定是我，对，是我。我那时候小时候觉得我妈妈很漂亮，然后跟你讲那种。家长会，小学家长会，然后一过去，然后我都会很骄傲这样，然后就坐在那，因为同学都会跟我说：“哎，你妈妈好漂亮哦。”我说：“对啊。”我小时候真的会这样，我说：“对啊。”很开心说：“对啊。”然后就很骄傲这样，不知道在骄傲什么，明明就不在夸我。我妈很白，超白的那种。对，小时候，我看还有什么，好胖哦，好丑哦，我真的是，现在也还很，现在他比我还会吃，以前是我比他还会吃，现在他比我还会吃。喜欢过女同学妈妈，对，那时候大家全班都跟我说我妈妈很漂亮，就这样得意，不知道得意什么。我真的每一盆都在吃哎、欸，就算胖了还是妈妈了。这是我小时候就很胖，从这什么时候啊，这应该一岁四个月的时候，那这样有像吗？什么才叫真正可怕的脸颊肉？我现在给你们看，真正可怕的脸颊肉。我应该有给你们看过，有吗？是溢出来的，我的脸颊肉是溢出来的。在哪？一定要看这张，我的脸颊肉一定要看，必须看这张。我的脸颊肉有吗？反上面反光，厉害吧？那时候翻照片我就觉得哇，我真的是很厉害。现在上课上制服的守护灵，然后吃，我不是说每本都在吃东西吗？你看我在吃什么？我在吃。狗狗的脚，然后假的娃娃娃娃，那突然觉得这样讲有点可怕，我要把它倒过来吃。现在我最上的辣，这是，哎呦，我这本应该有在吃东西，我看一下，在英歌老街，从小我妈就喜欢带我去老街逛街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我就从小就这样逛，嗨，好可爱哦！木都被吃掉，没有没有，
对，从脚开始吃。那狗还，那狗已经不知道去哪了，它好像不见了。嗨，我那时候很可爱，我最可爱大概就是两岁，一岁两岁的时候。我记得我有一张，哦，对对对对对，鸡蛋糕。我从小就很喜欢吃鸡蛋糕，我现在每天都在找鸡蛋糕。看，我真的每一本都在吃东西，我不是开玩笑，每一本都在吃，不好笑。有国高中的照片吗？没有，国高中就没有洗成那个照片，只有我喂兔子。对啊，这小学不到几年级。对，然后就是洗照片都只洗到，你看冰淇淋哦，后面是妈妈，她是什么造型啊？给你们看，后面是我妈，然后我长这样，结果我妈长这样，什么意思？她是不是，我是不是被抱来了？我小时候这几年我是被抱来，为什么跟我妈长不一样？好险我现在长越来越像了，好险我现在长越来越像了。我很喜欢吃冰淇淋。超瘦，再看一次还是羡慕。对啊，为什么啦 ？OK， 那再看一下这个，这应该看不到，我就看我弟弟好了。然后你再看后面两只腿，你看后面两只腿，为什么？有，现在有长得像了。现在大家我们两个出去都说，哎，长得很像哎，这样，好羡慕哦。那以前真的很瘦，麦弟弟的部分，对，反正他现在跟他以前跟现在长完全不一样，就卖一卖吧。而且跟你说，我小时候真的长得跟我弟很像，很像啊！但是我妈妈说哪有，弟弟比较可爱。然后我想说，啊，什么弟弟比较可爱？我比较可爱吧？她说没有，弟弟真的比较可爱。我说你看我脸颊肉会输吗？我脸颊肉是赢了，好不好？啊，对，他那时候，对，那时候是伸了两个的腿。我看这个，哎，这本没有吃哎，难得。可能说性格的部分，没有，我超乖。那时候他们就说就生女生，然后就想说为什么女生也可以这么皮，在讲我。然后直到他们生了弟弟之后，就说哦，男生女生真的有差，女生真的乖多了。我说是吧？好像出现过很多次，我好像，哎，我是拿这张吗？滴滴五二常常用这张，有用过 ，TP 有用过，是这张吗？还是哪张？我忘记了，还是这张啊？我反正我就常用这两张。啊，这张啊，这张，已经都被我扒了。没有，那我小时候，小时候长这样，这是什么绿色的衣服啊？哎，有哎，我有看到大一点，2011年哦，可是还是小学。好了，这样对比够明显了吧？我卖我自己好不好？我就这样。
然后弟弟在这里，弟弟小时候长超可爱的，长这样。照片正在吃的比例，就说吧，我每一张基本上都在吃东西，他们就趁我吃东西的时候拍照。好的，我们放回去。弟弟真的帅，对不对？弟弟真的小时候啦，希望他现在就是国中生，在那边奇奇怪怪，那边每天帽子要戴着，要压低低，然后这样走过来走过去。他说：“说干嘛呢？为什么要这样？”说：“你帽子可以拿下来吗？”他说：“不要。”为什么？没有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不要。现在就国中奇奇怪怪的，对啊，搞不懂欸，那出门一定要戴帽子欸，而且不是这个帽子哦，是外套的帽子。他说你那你可以直接戴这种帽子，他说不要。哦，好。说这样会比较帅吗？我说这样比较帅吗？没有啊。奇怪。好的，今天时间差不多了，我先念个排行榜。我也觉得他是不是觉得他这样很酷，我就没有戳破他。我念排行，搞不好这样觉得比较有神秘感一点。第十名是齐声蟹，第九名是柠檬，第八名是志宏，第七名是田中豆粒王，第六名是中楚雄，第五名是艾萨克，第四名是杨光光，第三名是恰拉咖喱，第二名是花生什么树，第一名是朱金郎。谢谢你们，耶、yeah ！我觉得会不会未来也变这样？你说我这样吗？想吸引女生注意。真是都没有人在送，台湾没有人在送巧克力，不然我很想知道他会收到多少巧克力。听说会很多，因为听说他好像就是可能国中过得还不错吧，我不知道。弟弟超白，他就跟妈妈一样白，可是他小学五年级的时候超胖的，他小五小六超胖，结果国中就拉高之后就变瘦了，但还是比我胖。他现在比我矮一点点，163，然后好像50、51吧，52、5152，我赢了，比他瘦。现在来说再介绍哟。会被我吃掉，不然他拿回来会放在家里的餐桌上，然后对我就会吃掉。我那天抓包，他偷吃我巧克力，他就拿一半，我就想说怎么旁边有稀稀疏疏的声音，然后他就这样子很轻的就拿起来，然后就这样一转头，然后他这样很轻很轻，然后就余光看到我转头这样。然后他就干笑，他就，然后就放回去，那我就这样，被我抓到，他还给我干笑，他想，然后就放回去，我说吃啊，他说真的、哦，然后他就开心的拿走了。没有，我是会给他们吃，可是要先问我，他给我这样直接给我拿一根哦，真的，我说吃啊，然后哦谢谢，
然后就很开心的拿去房间吃了。会把自己，我零食就都放在那。其实偷吃我应该没有，偷吃我会发现，对，这个我会发现。好奇的，他应该不敢，他目前还不敢带回来。现在跟他说，哎、欸，你有女朋友带给我看看啊？他说没有。我说哦，好。我说干嘛不交？为什么要交？就长这样，他长这样。然后我妈妈就说。哎、欸，你女朋友不能教像你姐这样。我说我怎么了？我很棒啊。她说不能教像你姐这样，每天吃什么？每天吃一堆什么？然后怎样？然后每天都瘫在沙发上。说我也有出门工作。会吃垮家里啊！对对对，他说不能找你像你姐一样太会吃的，会被吃垮。应该什么？妈妈很会吃啊，她比我还会吃。到叔叔这年纪呢，可是太小了，我也觉得不要教，会影响到功课啊。会影响到，我就不要。他功课已经不太好了。为什么不能教像姐姐？因为他说会吃垮家里。哦，外表要跟妈妈一样正，事情就看他自己规划了。我觉得他好，他应该是不会教啦，应该吧？不知道。以前小学的时候，因为我有两个弟弟，小学的时候小的弟弟会去偷偷观察大的在干嘛，然后回来偷打小报告，超好笑。我们以前就是常常听到小的弟弟在打小报告，而且都是真的哦，说哥哥最近跟那个谁很好，但是我觉得他另一个谁谁谁比较漂亮，怎么他就会自己回来这样子偷偷跟阿嬷讲，然后阿嬷再跟妈妈讲，然后我们就开始，我跟妈妈跟阿姨就在那边，哇、哦，哪个比较漂亮？哦，这个，哦，这个好，很好笑。没有小的都去偷看他哥。很好笑，然后听说毕业典礼的时候，妈妈跟阿姨去，然后就在那边哪一个，超好笑。他们我妈跟阿姨去我弟的毕业典礼，就在那边哪一个，他说啊怎么样？他说本人真的那个谁谁谁比较看起来比较和善什么才什么，真的是。有那女生照没有？没有，他们就在毕业典礼上面看的。很好笑啊！好的，大家，我要关播了。去找媳妇？对啊，他们直接去找，我想说，真的是，我弟应该很无奈。真的，他都会去偷看他哥哥在干嘛、欸。好的，大家。下礼拜见，拜拜，拜拜。下周见，3、2、1，什么？好像知道不想交女朋友，我也觉得是我们害他不想交。哎、欸，可是这样子还蛮有效的哦，叫妈妈再闹一点。因为妈妈真的很闹，她真的还会故意问弟弟说啊最近怎么样啊什么的，超烦的。我觉得应该就是因为这样，那这样蛮有用的，叫他先读书，真的要先读好书。
真的是，他真的是。应该觉得丢，超烦，超好笑。什么都会跟我一样爱吃吗？两天几乎被看光光。欸，真的，我小的弟弟真的会在那边猜他哥的密码，就在那边猜，超烦。好啦，大家拜拜。拜拜，下礼拜见。三、二、一，拜拜，拜拜。真的，我觉得他是我比他最可怜的。